性低气压登陆之后开始发威，台南市区已经多处淹水，在花园夜市周遭的道路可以看到全部都变成小河，汽机车骑士就像是水上行舟一样，还有机车直接抛锚。带你来听民众说法。电节没化掉，这高架都没化了。可以看到民众的机车根本发不动，不过前方呢道路全部都是积水，只能用牵着慢慢行走。而在市区的部分也有地下道，因为积水的关系有车子抛锚等待救援。而在高雄市区的部分，降下大雨之后也被民众直击电话亭变成喷水池。带来看民众的直击画面，民众直击这一处公用电话挂在超商外的柱子上，简直变成装饰艺术一样。因为大雨一来，直接灌进了电话亭，所有的水竟然全部都从电话的插卡处给喷了出来。而高雄市区的风雨在逐渐增强，也提醒低洼地区还有山区的民众千万不能大意。